可以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当年的一部《还珠格格》让小燕子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在中国的影视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赵薇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不少90后的小伙伴可以说都是看着赵薇这部剧长大的。而杨紫也公开表态，赵薇是自己的偶像。可以说相当多的演员受到了赵薇的影响，走上了这条演艺道路。而当年赵薇和苏有朋在《还珠格格》里的欢喜冤家，可以说让不少人都信以为真，还真以为永琪和小燕子在生活中真的就是情侣呢。可惜在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之后，两人的合作就不多了。而赵薇后来也嫁人了，而苏有朋则到现在结婚与否都是个谜团。那些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的粉丝们肯定都失望了。时隔多年，两人之间的交集其实并不多，也是因为时隔多年没有什么交集，所以最近某档综艺节目中两人的再度合，所以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期待。而在机场的时候，其实赵薇已经偶遇了武大哥，他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永琪，没想到那个竟然有些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